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就耍洪承峰，找更多的机会去表演啊，拿经验啊，或者是去比赛，这样子就给更多人看到我会唱歌的这一面。如果要发单曲啊，我觉得都是爱情类吧，因为我都是一直被别人讲是情歌王子，或者是什么忧郁王子啊之类的，就是唱抒情歌比较多啦，所以可能是会关于爱情的。OK， 其实呢，我在校园算是那种书呆子啊，那种很 nerd 的。OK， 最叛逆，这样子 bonding 算叛逆嘛？还好啦，对不对？最叛逆就是 bonding 罢了咯。对，这三部不懂我讲出来，你们会不会知道 ？OK， 第一个是青蛙变王子，还是王子变青蛙？我不记得了。然后第二个是海派甜心，然后第三个是微笑 pasta。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意大利。我想要回到小学，其实我觉得中学很繁忙，小学的话就比较自由自在一点，然后可以很任性的做每件事情，大人都会原谅你，长大了就知道不可以乱做事情，然后人家也不会原谅你。 OK， so 回到小学最好。飞到未来，可能飞到我40岁，看一下自己成功了没有咯，梦想实现吧，梦想实现。最近去 KTV 必点的歌是阿令的《自由》。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，却不是爱情，拥有无数交集，要丢弃太可惜。我演得很真不诚恳，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。还没有认识我的朋友，你们记得来我的 IG 看看我唱歌，可以给你多多认识我。而且我的 IG 看不是只是我唱歌，你要认识我的话，我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的东西也是会分享。谢谢你们从我一开始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然后到现在，我会尽量做好我自己，然后满足你们。